觉得特别的欣赏他的艺术故事的任何场合，其实因为他没有上传过中国的大封面，对，所以不管其实你想要上班的时候佩戴，喝下午茶的时候佩戴，去海边的时候佩戴，去实习的佩戴，你分享给他们是的，只要运用不同的佩戴技巧，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把那个气质的羽毛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我今天可以给我们拿的戒指，都是中小企业跟小的企业。那它的设计灵感是金字塔的轮廓，很可爱的，因为它这个骑格方法其实是非常古老，而且独特的方法是切割，它可以保留所有的一些宝石最原始润泽的那个光彩，所以我自己一定要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宝石切割的。项链也是旗舰店的一座欧哥，它也是使用了阿达格很著名的钻石。是，那阿达格的钻石系列呢，最终不是以大钻为主，因为呢，普通的大钻，其实阿达格他很擅长用小钻的排列，配上立体的雕刻，来让它呈现出一种非常细致有气质的钻石的风貌，所以它的钻石系列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其实我自己已经拥有蛮多阿卡豆的单品，可是我刚刚还是看到了一个很想要带回去的，就是一个水滴型的钻石项链。因为其实店员告诉我，水滴型一直都是最优雅最古典的一个形状。那个钻石项链呢，你从正面看的时候，它其实很有体积感，很有分量感，但是我觉得它最能够展现日本职人，尤其是阿卡豆的职人师傅，他们喜欢炫技的这个功法的是要从侧面看。是，因为那个钻石项链它从侧面看，那个水滴形是很烹饪很丰满的，对，它就是很美很美很美，它其实是非常难度很高的一种技法啊。我在2024年应该有几部戏都会陆续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先从明年1月初开始就会开始忙很多的宣传，那也很期待可以把信息带给大家。